所以在我们在我的作品里面已经打破这个国界种族文化的隔阂，是这个全人类的文化的这个因素都在里面啊。那透过这个能够来呼应这个奥运的它的包容性，它的崇高性跟它的目标的追求。我有这个一系列的奥运作品的产生，是因为我认同现代奥运的精神跟它的目标，也就是说，现代奥运它是为人类而运动，而不只是为运动而运动。奥运。